我前两天帮助了一个陌生女孩，她邀请我去她家喝水，结果走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。你摔哪了？有没有事儿？我应该是内伤，还没找着病根儿。我看看来。不是，这得男科医生看，你不行。我是老中医，专治各种疑难杂症。来吧，杂症。好嘞，疑难。你到底有没有事儿啊？你看我这个脚，你现在都不听使唤了，他都。你这应该不是脚的事，等我给你看看啊。你完事儿没呀？大半天了。啊，那谁让你进来的？出去！哎，不好意思啊。哎呀，这事儿怎么？发现你这人怎么不老实呢？不是，我不没事干吗？把这喝了。这啥呀？废话那么多呢，让你喝你就喝。甜水。白的呀。啊，五粮。你不早说。啊。我从来不剩杯的。我量还行哈、啊。出乎意料。那你坐着干啥呀？满上啊！一进屋不是啤的就白的，这是进水帘洞了。就这一杯了，省点喝啊！不是，这水帘洞吗？你这不？这他妈花果山，你走错了。哎，开玩乐呢？你怎么生气了？你腿好了？啊，我喝麻了，应该。OK， 我懂。爱情这杯酒谁喝都有趣，撤了撤了。这一起，哎，我说你怎么喝多了，这脚麻了，鞋都忘穿了。哎，哎，哥，醒酒了，怎么啥事儿？你怎么走了呢？我寻思你炒俩菜呢。